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da， 一周一次的活动又来了。老样子，进入今天的 BOSS 情报。本周的 BOSS 出场于剧场版，但我本人还没看过，请等我找时间 up。 那 BOSS 本身伤害不高，也没太大威胁，基本上轻松拿下了。现在我的打法都是先排一队做测试，如果不行的话再调整，已经不会先看攻略了，增加一些游戏乐趣。那这次我排的阵容为四星的主角梅丽莎跟三星的艾丽卡，没有的话可以放其他水鼠或高攻角色。特别要留意一下哦，本次活动获得的角色为光鼠，比较适合打专家模式，所以在编队的时候要留意哦。辅助队员的话，我们以高星同名，附魔特性防风。那武器的话，选择高强化的金武、竞技场财武。饰品的话，以火抗、防风为主。准备好的话，就开打吧。一开始看到这个 BOSS， 我想到的是赵灵儿的梦蛇状态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哪款游戏哦。BOSS 开场的时候会放全体沉默，那一来是随机，二来是因为刚开场，对整体的游戏进度影响不大，所以基本上不用太担心。那看来本次活动应该是轻松拿下了。目前台版的活动对比日版都缩短3到5天左右，那应该蛮快的时间就可以追上日版的活动了。那本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